加拿大电讯公司 Distributel 近日在网络上发起“争取你的权利，支持平价网费”的签名请愿活动。在 Distributel 制作的主题网页上，用醒目的标题写着“争取能负担的网络价格”，并鼓励大家签名支持，以敦促加拿大政府履行承诺，令本地相关大型电讯公司降低电信服务价格。而公众的意见也将直接通过电邮反馈给国会议员及加拿大经济和创新部长商鹏飞。 Distributel 也简单回顾了此次活动的缘起。加拿大广播电视与通讯委员会，也就是 CRTC，原本宣布与本地大型电讯公司联合大幅降低加拿大用户的上网费用，但却在上个月再次上调高昂的网络费用。 CRTC 曾于2016年对世界上八个富裕国家的无线网定价进行调查与排名。调查发现，加拿大几乎在所有类别中都排名第一或第二。虽然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以及民众多年来都在呼吁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电讯公司向民众让利，甚至采取了司法行动，但却收效甚微。 直到二零一六年，经过几年的研究、讨论、咨询，并举行公开听证会之后，CRTC 要求加拿大三大电信巨头 Bell、Rogers 和 Telus 为地区性小型通讯公司提供更多便利，令他们能以批发价支付访问大型网络的费用，同时保持其独特的客户群。CRTC 要求通讯公司给老年人、低收入人群及很少使用移动设备的人提供可负担得起的服务。 但今年六月，CRTC 推翻了二零一六年的决定，认为大型电讯网络公司并未收取过高费用，而贝尔和 t 勒 l s 均发表声明，强调他们早已向民众提供优良及负担得起的服务。Rogers 公司则至今保持沉默。 此外，早在2020年9月，CRTC 曾要求拥有宽带网络的通讯运营商削减向小型电讯公司收取的入网费用，并退还2016年以来已经收取的2.25亿元高额费用，以降低消费者每月支付的手机费和互联网费用。 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强调支持良性竞争，降低民众的移动通讯网络费用。商鹏飞曾表示，自由党政府2020年3月就要求三大电讯运营商在两年内将消费者手机服务月费削减百分之二十五。如果到2022年3月还未达成目标，联邦政府将采取措施迫使其降价。 加拿大电信公司 d i s t r i b u t o 近日喺网络上发起争取你的权利支持评价网费嘅签名请愿活动。喺 d i s t r i b u t o r 制作嘅主题网页上，用醒目嘅标题写住争取能负担嘅网络价格，并鼓励大家签名支持，以端促加拿大政府履行承诺，令本地相关大型电信公司降低电信服务价格。而公众嘅意见亦将直接通过电邮反馈俾国会议员及加拿大经济获创新部长商鹏飞。 i t r u t 表图都简单回顾咗呢次活动嘅缘起。加拿大广播电视与通讯委员会，亦即系 CRTC，原本宣布与本地大型电信公司联合大幅降低加拿大用户嘅上网费用，但佢喺上个月再次上调高昂嘅网络费用。CRTC 曾经于二零一六年对世界上八个富裕国家嘅无线网定价进行调查与排名。 调查发现，加拿大几乎喺所有嘅类别中都排名第一或第二。虽然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以及民众多年嚟都喺度呼吁具有垄断地位嘅大型电信公司向民众让利，甚至采取咗司法行动，但却收效甚微。 直到二零一六年，经过几年嘅研究、讨论、咨询并举行公开听证会后 c r t c 要求加拿大三大电信巨头 Bell、Rogers 同埋 Telus 为地区性小型通讯公司提供更多嘅便利，令佢哋能以批发价支付访问大型网络嘅费用，同时保持其独特嘅客户群。c r t c 要求通讯公司俾老年人、低收入人群以及好少使用移动设备嘅人提供可负担得起嘅服务。但今年六月 c r t c 推翻咗二零一六年嘅决定。 認為大型電信網絡公司並未收取過高費用，而 Bell 埋 Telus 均发表聲明強調，佢哋早已向民眾提供優良及負擔得起嘅服務。Rogers 公司則至今保持沉默。 此外，早喺二零二零年九月，CITC 曾经要求拥有宽带网络嘅通讯运营商削減向小型电信公司收取嘅入网费用，并退还二零一六年以嚟已经收取嘅二点二五亿元嘅高额费用，以降低消费者每月支付嘅手机费同埋互联网费用。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强调支持良性竞争，降低民众嘅移动通讯网络费用。商鹏飞曾经表示，自由党政府二零二零年三月就要求三大电信运营商喺两年内将消费者手机。 服务月费削减百分之二十五。如果到二零二二年三月仲未达成目标，联邦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迫使其降价。